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一条，立法依据。第一项，本条例依地方制度法第52条第三项及第61条第三项规定制定之。第二条，地方民意代表之定义。第一项，本条例所称地方民意代表，系指直辖市议会议长、副议长、议员、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议员、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代表。第三条，支领研究费的最高标准。第一项，地方民意代表每月得支给之研究费不得超过下列标准。一、直辖市议会议长参照直辖市长月俸及公费。二、直辖市议会副议长参照直辖市副市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三、直辖市议会议员参照直辖市政府所属一级机关首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四、县市议会议长参照县市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五、县市议会副议长参照副县市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六、县市议会议员参照县市政府一级单位主管兼任第11职等本俸、一级及专业加给。七、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参照乡镇市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八、乡镇市民代表会副主席参照县辖市副市长本俸、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九、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参照乡镇市公所单位主管兼任第八职等本俸一级及专业加给。第二项，前项所称专业加给，系指一般公务人员专业加给。第四条，支领出席费、膳食费、交通费之最高标准。第一项，地方民意代表依法开会期间得支给之出席费、交通费及膳食费不得超过下列标准。一、出席费每人每日支给新台币1000元。二、交通费每人每日支给新台币1000元。三、膳食费每人每日支给新台币450元。第五条，支应健康检查费、保险费及特别费之最高标准。第一项，地方民意代表因职务关系得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其健康检查费、保险费、为民服务费、春节慰劳金及出国考察费。第二项，直辖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因公支出之特别费。第三项，前二项费用编列最高标准如附表。第六条，零用之公费助理人数及支给标准与经费编列。第一项，直辖市议会议员每人得聘用公费助理6人至8人，县市议会议员每人得聘用公费助理2人至4人，公费助理均与议员同进退。第二项，前项公费助理补助费用总额，直辖市议会议员每人每月不得超过新台币24万元。但公费助理每人每月支领金额最多不得超过新台币8万元，县市议会议员每人每月不得超过新台币8万元。公费助理适用劳动基准法之规定，其相关费用由议会编列经费之应之，并得比照军公教人员年终工作奖金酌给春节慰劳金。第七条，村里长支领事务补助费项目及健检等预算编列标准。第一项，村里长由乡镇市区公所编列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每村里每月新台币5万元。
第二项村里常因职务关系应由乡镇市区公所编列预算支应其保险费，并得编列预算支应其健康检查费，其标准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第三项乡镇市区公所编列前项保险费预算应包含投保保险金额新台币500万元以上伤害保险之保险费金额。第四项村里常除有正当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额投保伤害保险外，于当年度检具支领保险费时，其单据应包含投保保险金额新台币500万元以上伤害保险之保险费。第八条，补助项目及标准。第一项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支给及村里常事务补助费之补助项目及标准，依本条例之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不得编列预算支付。第九条，地方自治团体编列预算办理。第一项本条例规定之费用，应依地方制度法第70条第二项财政收支划分法第3、17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由地方自治团体编列预算办理之。第10条施行日，第一项本条例除中华民国98年7月8日公布之第7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自99年1月1日施行，107年4月25日公布之第7条第三项至第5项自107年12月25日施行，111年4月15日修正之第7条自111年12月25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